在允文街上，靠近永民街，高雄的国宴，在这边意外发现一间意大利面，在汉神百货的旁边，去吃吃看。小小一间，白酒蒜香蛤蜊面，永文街136号，这个是他们的菜单。焗烤的，一个人都没有，进去捧场一下。Hello， 有菜单吗？小小的温馨，好，坐着看，好，好，快快的到，可以，好，哦，好，那我一个蒜香蛤蜊好了，好，意大利面，不要啦。不要啦，好。好 ，OK。那我就直接帮你做咯。好，谢谢。内用吧。内用。好。哦，冰红茶在。番茄在那边。哦。好。先给你烧一下。好。温馨，冰红茶，有水，还有我最爱的起司粉。厨房、柜台，蛤蜊蒜香蛤蜊意大利面。冰红茶，装那个蛤蜊壳的，最重要的起司粉，意大利面就是要。配上这个起司粉，170元，如果要加焗烤，再加30块。蛤蜊也是很大颗。